那就如这个倒水的意义，就是冷水思源。在咧想着你我咱甲咱的家庭一切美好，拢是真多过去咱的先祖所辛苦留下来基础之一。人受遮个先祖的牺牲付出，今仔日你我咱的生活无拄拄会当遮尼好。所以，今仔咱伫清明的时阵，伫咧举行即个清明的感恩的礼拜，咱咧。咱讲饮水就要思源，所以咱真多谢遮个先人因的牺牲付出。总是真正的源头，咱袂记咱的性命，包括咱的先祖的性命，就是上帝创造。所以从因一个感谢先祖以外，搁较要紧迄个上原本的，就是感谢上帝。这是咱来进行的经文。七页经文第66篇，也是启示录20篇，我来替分享来念。我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将灯泡洗清气，遐个人真福气。遐个教会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害死人的、拜偶像的，我耶稣已经是我的天使。我是台北的君，是伊的父的。新鲜甲新娘拢讲来，听伊人讲来，最大的人就来，听伊人讲话的人是王之水。为着这个事做证，迄位讲，就落来伊来，这声。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甲第二章第30到第7节，第30，我感谢上帝，就是我所接的主，用谦虚的良心所服侍的。在祈祷的时，我笑颜你无煞，纪念你流目屎，每日羡慕。记着你，予我满心欢喜，念着你心内无假的事，这个事是大声点的。你的外妈罗伊，甲你的老母尤尼基，我深信这个事也是点的你。为着这个缘故，我点醒你，爱你将上帝对我的还手所予你的恩赐，搁分赐。亲像火火，搁严一样，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，毋是听言的信心，就是欢迎人来修己的信心。上帝，先做听咱以为去听，咱同齐来读经句，啊，第一部分咱同齐做伙来读。天王台书第九第三十，开始来读。我感谢上帝，就是我下的做谦卑的用心所做的。华裔，我感谢上帝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谦卑的良心所做的上帝。这是我们为了请圣华弟兄。